大家好，今天在农夫手上买了一点鱼，你看这个蛇头鱼还是活的，把它放到水池里面去，让它下板，自由了。还有这个鲫鱼，这个鲫鱼看下去，这个鲫鱼比较容易的，这个是野生鲫鱼，就那么大一点。你看，这里又有一条蛇头鱼，两条蛇头鱼。我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这种小鲫鱼，这个鲶鱼啊，鲶鱼。把这个全部油炸，这个很好吃的。把它扭转起搞一下，先拍点生姜下去，这个料酒，加点盐，这稍微放咸一点。这个是胶鱼粉来的，你加点。你先拌一下，腌制十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准备用油来炸一下。把这个黄鲈鱼大一点的先炸，搞了两大盆，这条看一下，这个，好漂亮，好香。